我们都知道世界有七个大洲，但是你没有想到在非洲大陆出现了巨大裂谷，世界上将会有第八大洲。据英国媒体报道，在非洲的肯尼亚西南部，在地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延伸数英里裂缝，并且日益扩大，同时还伴随着地震活动。裂缝使当地的一条公路无法正常运行。对此事件，伦敦的研究人员称，在数百万年后，非洲大陆可能慢慢走向分裂。